博士团，那今天的奇幻科学之门开启了。欢迎孩子们，大兵和可爱的魔法宝贝，欢迎大兵，欢迎孩子们。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兵哦。大家好，赶紧掌声请出神奇大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许秀来先生。嗯，有请，欢迎许老师。许秀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物理所量子体系光电子学课题组组长。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许秀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题就是大家在开场秀中看到非常炫酷的激光。激光它有一定的危害性，我们不能把激光照在人体，特别是在眼睛上，它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在我们提到激光的来源之前，我先给大家表演一段。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抒情，我们没有琴弦。其实我们的琴弦是用什么用做的呢？是用激光做的。如果我们在用手弹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到非常美妙的音乐，这就是激光抒情。而激光的来源是什么呢？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就提出了收集辐射和自发辐射的原理，这也是为激光的这个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但实际上实现激光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直到1960年，美国的物理学家梅恩通过高速的闪光照射红宝石的时候，实现了红色的激光，它的波长在694.3纳米，也实现了世界上首台可以实用化的激光。这个时候距离爱因斯坦提出来的理论已经40多年了。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个激光的另外一个用途，所谓的理查如图，我们可以用激光来听到声音。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两个信号发生器，它是主要是产生信号的。如果我们把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通过功放放大以后，转到这个两个喇叭上，这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激光来读出我们的这个振旋信号，同时我们还可以用激光来读取我们的这个音乐。我们如果把其中的一个信号源改成音乐，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音乐随着这个机关的信号，随着这个音乐的声音变化而变化。OK， 我们现在再换一个音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频率在变化，在我们这个激光显示上的变化。大家看到频率加快的时候，变化越来越大。激光除了这个是光以外，它有一个特殊的性质，比如说它的这个强度很大，方向性好和单侧性好，因为它这个特殊的性质导致激光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用途，因此把激光被誉为最快的刀、最亮的光和最准的尺。激光的诞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说如果没有激光，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光纤通讯，就不会有今天如此发达的网络。所以我今天要带领大家来看看这个激光里边究竟蕴含了多少奥秘。好，谢谢徐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演讲。那其实说起激光呢，它原来的名字叫做镭射，它是英文单词叫 laser 的音译。laser。那么1964年呢，根据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建议，我们把镭射改成了激光，是受激发射，实现光放大的意思。那么这个改变呢，应该说言简意赅。在我们当年呢，基本上大家都会买像 CD、VCD、DVD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激光有关的。我们都叫它这个镭射唱片，叫镭射光盘啊。现在可能大家不这么看了啊。其实它就是利用了这个激光光源，它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小，所以它可以记载很多的信息，然后再把它读取出来。是的。除了激光做这种很微观的事情，它也可以做很宏观的事情，在工业上面有大量的应用。比如说刚刚老师也有提到的所谓的激光的切割，因为激光的能量非常的高，它可以使这个被切割的材料啊迅速的气化，就形成一个非常非常窄的切缝。那同样的原理还有激光除锈，当激光的能量很高打到锈上面的时候，锈也会迅速的气化，其实就跟这个清洁皮肤的原理也差不多。还有包括这个激光制导导弹等等等等，对不对？是。激光因为其独有的特性而被人们称为最快的刀，
那么究竟激光的威力有多大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测试一下。那现在呢，我手上呢有非常强的一个激光的发生器。我们平时用火柴呢，是通过去摩擦产生热量，然后点燃这个火柴头。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不一样的方式来点燃这个火柴头，这个激光的一指禅。哇！还有四个了，这个感觉三二一，郑博士来许个愿吧。哎，我觉得真的没想到他的这个威力有这么大呀。哎，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请这个徐老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激光啊能够提供这么高的能量呢？首先，激光它本身是光。光的传播速度在空气中或者真空中是每秒钟30万公里，是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所以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刀比它的速度还快。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它的激光的能量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可以生成非常大的能量去做焊接，激光焊接或者激光打孔，或者是做包括激光美容，都是通过它的能量高。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激光可以在小范围内聚焦到特别小的地方。我们刚才看到，也许本身的激光功率并不是很大，但是要把它集中在非常小的一点内，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点上形成非常高的高压，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激光切割，或者是做激光武器这样一个结果。来，请听第一道题。请问固定功率大小的蓝色激光能够最快打爆哪种颜色的气球呢？三个选项 A 白色气球， B 蓝色气球， C 黑色气球。哎，那这道题啊，大兵，我给你一个意见，给你一个参考意见，应该选蓝色。为什么？因为蓝色激光肯定是打爆蓝色气球。怪不得你是医学博士。他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亲的。这个黑色，比如说在平时我们出去的时候，什么颜色是最吸光的？在夏天，黑颜色是最吸光的，也就会最热的。所以说呢，我可能就觉得黑色的气球最容易打爆。但是呢，我又觉得如果说这道题这么简单的话，对呀，就不会上我们节目了。所以说，我觉得黑色气球是一个陷阱。那么最后我要选择的是哪一个呢？选择的当然是蓝色的气球，跟你是一样的想法。对，是这样的。来吧，我看看我们的小萌娃们啊，来吧。我跟你想的一样，因为黑色气球可以吸光。哦，你觉得黑色气球吸热容易快，对不对？对。所以你选择的是。然后它那个激光可以，它直接吸收在一个点，然后很容易爆。很容易爆，是不是？哦，好的，我看还有选其他答案的吗？你选两个是吗？不是，啊，我一直在犹豫是选白色还是选黑色。那你给我最后一个正确答案好不好？三二一，开始。我就听你们的，选个 C 吧。啊，选 C， 好的。那我们用实验来给大家验证吧。来，好，我们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准备了三种颜色的气球。哎，那我这里呢还有一个秒表，咱们就走到舞台中间，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好，我们来试一下，一个一个。戴上防护镜，同学们。好。既然选 C 的最多，那我们就从选 A 的开始，一个一个开始啊。来，白色气球，现在我们计时开始。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哎。哎，对啊。停，好了，现在已经30秒过一点了，但是呢，这个白色的气球还没有爆，完全没有反应。试一下蓝色气球。好，蓝色的气球来第二个。预备，预备，开始，好，开始。我吓死我了！接近3秒的时间啊，哇，2秒94。就首先我们已经确定了，蓝色肯定是比白色容易爆，更容易爆。所以大兵，我觉得你这一关可能真的你闯过了。哦哟，但是还有黑色的气球呢。哎，黑色气球，预备。蓝色激光击爆蓝色气球仅仅用了不到3秒的时间，到底蓝色激光击破黑色气球所需要的时间会不会比3秒钟更短呢？黑色气球，预备，开始。哦，哇，
哇，跟子弹一样，准爆！我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大家看，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黑色的这个气球确实是最快被爆，几乎就是瞬间爆炸，瞬间就爆炸，大兵。好凉快啊，好，所以蒙错了。这样我们还是回到座位，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解释啊。是，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激光虽然是一个很强的激光，我们可以把它打破非常硬的，比如钛合金、金刚石一些超硬的材料，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是我们的激光被这个材料能够吸收。所以我们刚才把蓝色的激光打在白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上的时候，白色的气球会对这个光有反射而不被吸收，而蓝色的气球呢会反射一部分光，所以它会吸收一部分。而黑色呢，为什么我们能看到黑色，就是因为黑色的气球的表面吸收了所有可见光的部分，所以我们不管用什么颜色的光，它都会被黑色的吸收，所以黑色就容易击破，所以说蓝色其实。所以说我之前老师我分析的对是不是？对，你分析的对，你分析的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我为什么被你打破了呢？可是你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是是是。那老师，如果我们一直照那个白色的气球，它会爆炸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刚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那个气球一直在晃动，你的位置也不稳定，晃动，所以可能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对，可能它也会能量吸收到一定程度了，也会爆炸。就是别人用激光武器攻击我，我只要不断的动，不断的动就没有问题，除非你动的这个速度能够超过光速，那就可以抵消。我不断的摇摆，不断的摇摆。激光拥有宇宙最快30万公里每秒的第一速度，同时又有着能量高且集中的特点，所以被人们誉为最快的刀。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由数十个气球组成的多米诺气球阵，究竟激光能否一瞬间击穿这些气球呢？的危险之处同样也是激光的厉害之处，军方早就将激光应用到了不同的领域。低能激光对探测器有致盲效果，高能激光可以直接点燃人体。在谍战片中反复出现的激光阵也是激光武器之一，电影中的主角们靠着过人的勇气、精准的判断和灵敏的身手，穿越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激光阵，场面惊险且刺激。今天我们的博士团就要挑战一个低功率安全的激光阵，萌萌作为裁判，三位博士闯关，每触碰一次激光时长加10秒。面对复杂的激光阵，何家、正义、包坤三位博士究竟谁能以最快速度穿过酷炫的激光阵？欢迎来到我们奇幻科学城的激光阵挑战赛，下面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挑战者包坤包博士。好，来，3、2、1，开始。我觉得这个有技巧，一定要找空间最大的地方。哦，碰到一次。有碰到吗？真的、哦？它好慢哦。因为碰到一次划不来。包博士小心翼翼。我碰到两次。两次了。三次，啊，这个是跳出去的时候碰到一次，我觉得这真的有点难，真的有点难。最后包博士的时长是27秒，加碰上的三次，一共是57秒。哎呦，57秒，哇，慢1分钟了。好，我们看看后面两位老大哥是什么表现啊？什么是一个灵活的胖子？来，我们倒数啊，3、2、1，开始。来。哦，一次，哪有一次？就有抖，别碰我们的这个墙就行啊。这个是真的是一次。你脑袋已经被射穿了，已经射穿了。对，射穿。好，再一次，再射到一次。射穿三次，又射了四次了，直接对着你射。哎，出来，真的。这个没法算了。正义的这个都不能计算了，你已经被击穿了，你。好，20秒加上碰撞的次数是100次，100次。
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算四次好了，好就六十秒，你就说一点点，咱俩差不多嘛。我给大家做一下正确的示范。行，哎，何博士，我觉得你做完之后再说，现在话讲得太早，免得被打脸。我告诉你，绝对是正确的示范，好，绝对是正确的示范，好，来，我们第三位有请我们的医学博士何佳。开始。好，哎，一次，什么就一次了？什么就一次了？哎，两次，哎呦，可以的。这个厉害，他是吸取了我们两个人经验，我们两个是他师傅。好，何佳博士的时间是9秒。也恭喜何佳获得了我们这个竞赛的第一名。哎，奖励就是再穿回去，意料之中。激光的第二个响亮外号是最亮的光，因为它的光束能平行向一个方向发散，且几乎不衰减，因此就特别亮，最亮时甚至比太阳还要亮100亿倍。哇，这太厉害了。那老师，为什么这个激光可以发出这么亮的光呢？它主要是由于激光有非常好的准直线，我刚才提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一束激光打到200公里的时候，这束激光大约只能扩展大约1米左右。如果我们将这束激光打到月球上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上，它的扩散的距离大约是在2公里左右。但如果普通的光源都没有达不了这个要求，因为它散射的角很大，即使我们能照到月球上，那时候已经把整个月球照满了。对，这就是说我们激光的这个集中性非常好。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只有激光阵，没有人用手电筒，用一个手电筒阵，对吧？那是因为所有的光都会慢反射掉，所以激光的这个集中性非常的强。那除了它的这个集中性之外啊，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性。平常我们看到的白光，像太阳光，它是一种复合光。这个光源呢，它的波长很多，颜色很多，综合在一起。是的。但是激光啊，它可以做到单一的光源只有一种颜色。哎，这样说呢，可能大家觉得很抽象。我们徐老师还可以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展示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将这个白色的光源照在这个棱镜上的时候，它可以分辨为3个不同的颜色。对，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红色、绿色和蓝色。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白光可以分为3个颜色的组成部分。而如果我要将它换成一个激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哪个方向，我们只能观察到绿光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激光具有比较好的单色性。好的，谢谢。那徐老师刚刚给我们展示的这个特性呢，就跟咱们的下一道题目相关了。请听题。我们把红色激光、绿色激光和蓝色激光照射在同一处的区域的时候，请问光照区域会显示什么颜色呢？3个选项 ：A. 黑色 ，B. 白色 ，C. 彩色。哎，我不知道这个大兵平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光的现象哈。我觉得这道问题其实啊，挺难的，对我来说。没有简单的。对。但是我看我们这些萌娃们好像是这个。答案现在已经基本揭晓了，我先问一问他们好不好？然后我再通过他们的分析，我再做出一个选择，好不好？那你先说吧，洋洋，你先说。我选 C 彩色。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刚才也说了，激光是人们把很多就光应该是很多颜色的，人们把它分成一种颜色的光，而一种颜色的光照在一起，应该还是那些颜色，所以我选 C。哦，很聪明啊。好 ，C 题败啊，选的是 C， 彩色的吗？那我想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咱们就还是用实验来给大家揭示。好的，3个灯一照，大家就知道什么颜色了。一目了然了。当我们分别用红色、绿色、蓝色的激光照射在分光棱镜上时，棱镜上展现了激光原本的颜色。我们通过任意组合红、绿、蓝中的2种激光颜色，可以得出黄色、青色、品红色。那么究竟红色和绿色、蓝色叠加在一起后会是什么颜色呢？大兵，你先来吧。好，我先来红色。红色啊，然后一晨，你的绿色加入，然后我最后蓝色一来。哇，对，哇，好像钻石、什么颜色？变白了。
只要我们混合的这个搅混合的比较均匀的时候，它就会呈现一个白色的状态。所以这道题，大兵的选择又是错误的。哎呀，来吧，我回答一下。那这个我想问一问徐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通常我们太阳光或者白光的时候，它有很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包括很多光的成分。但实际上，为了我们为了做显示，或者是为了做这个照明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光谱，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三基色合成白色，就是红光、绿光和蓝光，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白光。哦，哎，等一下，我听到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平时如果要生产一个白光的话，恰恰就是用刚才我们的这种方法。对的，三种光线加到一起。对的，对的。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单一的一种激光呢，它的颜色可能是固定的，它的波长是固定的，但是不同波长的光加在一起，它的颜色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对的。那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些不同颜色的激光呢？我们生活中的激光器很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激光器，比如我们有固体激光器，有红宝石或者蓝宝石激光器，有气体激光器，有氦氖激光器，氩离子激光器，我们还有其他的半导体激光器，但是各种不同的激光器的波长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这个不同的用途，比如说我们在做激光切割的时候，我们会用二氧化碳激光器，它的波长在红外激光，因为它可以更好的被吸收。但是呢，我们也会有近红外的激光器，因为近红外的激光器对生物的组织透过率比较好，所以我们会用它来做一些生物的实验。哦，所以说就是不同的材料，它会激发出不同颜色的激光，对，同时也会有不同的用途。对的，啊，明白了，太好了，谢谢徐老师，真的是长知识了，谢谢大兵和叶晨。好的啊，所以呢，这个实验证明大兵确实是答错了，错了。你错了还这么开心？我觉得不同的光最后汇在一起归于白色，让我也想到所有的人生不管经历多么五彩绚烂，多么丰富，最后总要归于朴素，归于洁白。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激光的特点呢，除了方向集中以外，亮也是它的一大特点。我们说过，最强的激光甚至要超过太阳光的1万倍。是的，你们说到了这个激光的加热的作用，但是其实呢，我们用激光加热还可以改变物体的磁性。哎，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什么？还可以改变磁性吗？对的，磁性。我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的实验，这是一个铝铁磁的磁体。我们把这个石墨片倒在这个铝铁棚的磁体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石墨片是浮在这个磁体上的，它是可以随便运动的。我这里边一共有三片，有不同厚度的三片，从这里边可以看出这个石墨是浮在这个磁体的表面的。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一束激光去照这个石墨片的时候，我们能观察到什么现象呢？那接下来这道题呢，就跟徐老师刚才的展示有关了，请听题。我们用激光笔照射漂浮在磁铁盘上的石墨片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三个选项：石墨片落在磁铁盘上 ；B. 石墨片向激光照射的反方向移动 ；C. 石墨片随着激光照射的方向移动。这道题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简单。怎么讲呢？因为刚才这个老师郑老师说了嘛，这个正常的话，它这个磁片呢是石墨片是浮在这个磁铁的盘子上面，是吧？对。然后他之前又说了，激光会改变磁性。那么，既然用激光一照到它的话，那之前是浮在上面的，那照完了之后肯定它就落在磁铁盘子上了，就这么简单嘛，卷 A 嘛，对不对？我们王娃们举起一下你们的答案，我看看是什么。想想的啊，我问一下彤彤，你为什么选 C？ 首先刚才说了，这会改变它的磁性。对啊。但是改变磁性，我觉得不仅是会让它失去它跟这个磁铁之间本身应该产生的效应。我觉得这个 A 它不可能只是这么的简单会落在上面，然后接着就是向反方向移动。我觉得为什么激光一照，它要向激光照射的反方向移动呢？这个说不通了。
于是我觉得综合来说应该还是会应该选 C。 哎，彤彤分析的不错啊，我觉得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哦，好的，来我看还有依依你怎么想呢？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石墨片落在那个磁铁盘上，它只说极光可以改变这个磁性，没说可以让磁性消失。嗯，然后呢我选的是这个反方向，我是觉得上次我看一个就是极爱科学城那个万磁王里面，就是一个极像同队的时候他们会相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了之后呢他们相斥就像这个激光的反方向走了移动了。好，我觉得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对啊。啊，那这样啊，我们的老规矩啊，用实验来说话。好的，那这样我想徐老师啊，您还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石墨的抗磁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来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石墨烯的石墨的材料本身是抗磁的，而我们这叠的这个铝铁磁是磁性的。嗯，因为它的抗磁性，所以才导致我们的石墨能浮在这个铝铁磁的表面，嗯，而不接触，哦，使它能浮起来。我们这种看到的结果，哦，是吧，嗯？好，那这样我们来看看激光照射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好，嗯，徐老师开始照射它的边缘。哎，对，你看这个就可以摸着了。哎，真的是，真的是猜。真的是它是在朝着你照射的这个边缘的方向在移动啊。哎呀，对，这个是可以的，这个真的是，对，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看到了。哎，这个真的有点像这个我们原来讲这个山海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夸父逐日啊，这个感觉就随着你的这个光点在走。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石墨具有抗磁性，嗯，但是如果我们用激光照它的边缘的时候，由于这边缘部分绝不加热，它的抗磁性就没有了啊。就比如现在这样，这是铝磁铁，对，这是石墨，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加热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抗磁性了，但后面的抗磁性还有，它就推着这个石墨往前走，所以没有抗磁性的地方它就会往下掉。对，好，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大斌，嗯，啊，我特别开心，啊，虽然我又回答错误了，但是呢，通过实验科学的证明，哎，对对对，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嗯，啊。大斌啊，所以我觉得每次啊，不能咱们俩一块儿去验证，对对对对，只要咱们俩一去验证，你都得错，嗯，就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合作就是一个坑。所以说这个答案是 C， 我选 A，啊，我又错啦。对大兵来说都已经习惯了哈，这个感觉。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激光的两个特性之外，激光还有第三个特性，嗯，啊，嗯，它的外号叫做最准的尺。激光的准直性好，能量强，在远距离测距方面表现优异，而被誉为最准的尺。它测出的距离非常精准，误差仅是其他光学测距仪的五分之一到数百分之一，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哎，让我们一起喊出奇幻科学城的节目口号，那就是奇幻科学城叛逆大不同。只要你保持一颗对生活的好奇，那你就是光，是电，是唯一的神话。再见，再见，下期再见。